欢迎收看 K 九哥的生活点滴。今嘛这是南昆新的历史回廊，建庙360周年，南昆生代天府庆赞历史回廊。哦，来看麦啊！第一，也元旗。创建于1662年，历经南昆生、沙洲与康龙山两地建庙，名列国定古迹和重要民俗双重国家遗产。那大家台湾王爷的总庙，2022年刚好360年，就这样。这是南昆生代天府的导览图啦。哎呀，啊，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直到23，有啥物会？哦，这拢有迄种，这第一、第二的对。王船来到南昆新，这是谁船过来啊？1662年到2022年，算成功是吗？李治五主办啊，五副各中李中军府，李副、狄副、五副、朱副、甲环副定五副陈水，大中军与中军府，乘坐神奇王船漂泊到南昆生。沙洲发生逆风逆转返航后，岛上居民就把它牵起来，啊，就是定义建庙啊，就是开始康熙元年开始起啊，就是开山庙啊，这是台湾第一间。哦，第一间五福陈水，所以是算是伊的开基啊，王爷的宗庙啦。哦，来看下一个，第四。癸亥巡守，年代一甲子，1683年，清康熙22年，每逢一甲子就会那个巡视啦，真的是一挂有诶无，真的是到处巡视在那里破灾啊。一甲子多60年啊？对啊，60年一次啊。哎、欸，他们算这久吗？哎、欸，今年有多60年呢，有多少今年嘛有啊？是哦。第五，第五，年代1817年，清嘉庆22年。19世纪初，南昆生沙洲受海潮、山洪影响而没入海中。时人认为是乌金石、白康狼树或白马等山头三宝遭窃所致。武王信众向东迁移于。那个康王山，的一连串传奇故事后，最后在观音佛祖调停下过手言和，王弘两姓积极主导新建新庙事宜，附近庄头纷纷解囊捐赠，其中以麻豆的郭凤捐赠白银1000两最多，终于1822年清道光2年6月竣工。伊这就是讲哦，原本要只起庙啦，啊伊。伊即原底囡仔讲，就是一定伫遮啦。啊，伊买回人家去啦。啊，迄种王爷就甲囡仔讲大阵啊。啊，买啊，阵的阵嘛，阵足久的买啊。关佛祖，揣迄种讲，算讲佫互同款，只互伊家起一个庙，互伊同只吸收迄落香火啦。哎呀，啊，较同意伫只佫起迄种。回去王爷直接起庙，强龙不。南昆新大天府，这就是伊的正殿。王爷，李府。
是北所嘉义途中。大王爷北所嘉义。李富翁基督潜水北所嘉义也是途中与新任知县杭州谢贡，啊，一栋不好入去啊，啊，就有一个唔捌字的农夫去打，锄头跳入人群之中，就是压低头跳入人群之中。就讲哦，指责知县说双方以私相论，知县知难而退，就是本来要动啊，啊，个是去一个农民去打，啊，就讲你安尼唔对，啊，就是给让道谢罪，这个可以一直安尼啊，家己的时阵啊。七有分一跟二啦，王德路线林右东引点，那个昌一书线光背寺表点，这是太子太保。这个第七的第一个是太祖太保，清道光三年1823年提督太子太保王德路。啊，这边清道光25年1845年台湾正总兵满人，昌一书啦，这里以及的满洲人，公文武王神机以为是杨国忠，可是之后就是真的有那个收到神机啊，所以给上这后一样光背四条啊，不然不会行的，嘿，好。发20000名工，铸造武王题。这水灾啊，这两个题都会淹掉，还得做这武王题啊，把堤防做起来，才袂淹水啊。也年代1918年，日大正7年。九，全岛出巡，首渡澎湖。过干水啊！1922年，日大正11年的。1800年，2022年嘛，要100年。啊，这是第五次癸亥巡狩，迄第五届啦。癸亥巡狩时间应该是在大正12年，啊，是去搞朋友啊，去搞朋友，顺搞朋友啊。哦，好，要家己看。好，十，第十个，够10.1、10.2。不动无畏，增高破宽。年代1923年，日大正12年。南昆山大天府，伊个路拢袂叮当的啊，这就是路底下无，伊是甲加宽、加高，就是一直甲包起、来。哦。本来细，有无？啊，甲一直做起、做起安尼啊。这万善堂，囡仔讲的迄种落成，啊，伫个1968年，民国57年。满圣堂1967年扩建，也采用不动炉位。增高，这就是一主路在遐嘛，一直外口一直扩建，啊，这古庙在遮，拢无动伊个路啊。系啊。11哦，300年做旧。1968年，民国7年时阵，哦，你看人够济。南昆森，哎呀，南昆森，代天府开山创庙以来，1968年首办虚生庆城齐安五朝清教，有300年教之称啊。五朝清，9月11到17，哦，多七天，这个做怎样？好多人都坐啊，还有王船81只船啊。新建拜亭。拜亭创建于1972年，占地161坪。结构13.1，还有13.2，哦，越来越现代啊，哦。
1976年，民国65年，哦，即我得要出世啊！分灵泰国，真的是泰国来分灵去啊！哦，分灵去泰国。嗯，我问成对，分灵去泰国，泰国暹罗大天宫，结盟，普陀山，普陀山结盟，民国96年，这个年代啊。新建大牌楼。我靠！这都你买那个牌楼啊？此是新建大牌楼，年代1983年，民国72年，哦，我带出世的时阵。嗯，占地80坪，高14米，大高木匠黄景木所设计，此为南式燕尾四层檐五门式结构琉璃瓦。这个。大牌楼真水嘿啊！这木头做，伊讲顶面拢木头的。不过住啊，迄个嘛真好看哦。嗯。15。15。15啥物？巡守高雄。哎呀，住啊第6间啦。第二次。1983年，民国72年的时，就去迄种高雄。大巡守。顶一间是存到天后嘛，啊一间最后一间就存到迄个，啊再后一间，这里哥，搁在这里要啊，72年、60年哦，这里就是30年。哦，第一届是去天后，第二届存去。第五届是天后。啊，第六届来迄个高雄。第16，国定古迹。哦，伊这即卖一定是国定古迹啊。主要是中央家是古迹啊，增建的，增建的当然都不是啊，啊，这古的都是古迹啊。1985年，民国74年，南昆生戴天武于1985第二级古迹，本来是省立古迹啊。啊，精神都是废省了，废省了，变国定古迹。你这武王。武王殿五门结构啦，啊，加青山寺啦，还有地藏殿和牛妈殿，牛妈殿，前殿跟后殿一区啦。嗯。要不要去那个？嘿，这第17新建大坤园。年代1988年，民国77年，17000多坪，边啊，嗯，袂啊，哦，这咱都阿袂去的吼。哦，这都啊第17，最后18.1到18.2，新建康郎山庄，佮个新建。昆新王会馆，昆新王会馆就是伫个迄个囡仔讲个头前啊，拄啊讲迄栋在啥物个迄栋啊，爱头前一粒石头啊，拄大粒个。啊，这个山庄里对。康南山庄。刚嘛是拄啊遐嘛好看嘛，伫。康南山庄。伫个拄啊迄个啥物林霄啥物会？一边啊，林霄啥物？林霄碑林的边啊，现在刚才整修，这两层的闽南式香客大楼，新建于1892年，1992年落成，占地1500公顷啊。但重建后，康南山用康南山命名，就叫康南山庄。对，当食物件啦，啊，这卖讲大，这房间有729间啦。哦，129间。会馆更加好，广闽南式建筑7层，平安岩记19.1到19.2，首办平安岩记2004年，民国93年啊，这届咱有来，哈、哦，93年刚有这间楼吧，这间张王出席，哦，安尼买啊，遐届有啦，第二届有来啊。啊，这首办义正演义。年代2021年，这古年啊，这古年啊，
顶头的迄个表演。二十出巡澎湖，年代2008年，民国97年。3月6号到10号，利户泉水跨海西巡澎湖，参加者台湾公庙24庙，澎湖有26庙。哦，这超过5000人。老个人。我用船啊，就船那个。21米其林三星景点。年代2011，民国100年的时阵，法国米其林绿色指南，具有传统宗教文化建筑特色及周边特殊环境生态景观优越条件，评选为南昆山大天府为米其林三星景点最高级，此为我国宗教的民间信仰的首庙。第一间就这个米其林三星景点，因为附近真是足水的啊，伊足水的，啊伊店也袂歹，增加吧。22凌霄宝殿落成，年代2012年，民国101年的时阵，十年前。哇，这迄阵啊 ，FV 拢有人咧铺，拄起的时拢足侪人来遮拜拜，就这个。镇殿神牌，镇殿焦点的玉子神牌。分上下两座，精密脱蜡铜座，再鎏金注入而成。上座为纯金浮雕打造，是纯金的呢。昊天天阙无的，这玉皇大帝的名，够长哎，咱简称玉皇大帝。嗯。20个大字，旁边圆雕九龙为四啊，五大之大，宇宙最大。哦，这22最后一个啊。啊，这以后要准备个，迄个。有什么做牌子？当个祭祀。嘿，好，所以也事迹到这。啊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啊，再个有23，拄啊，迄地是我这22嘛吼，啊，这23，我想讲无啊嘞。哦，这是重要民俗，年代2013年，民国102年时阵。四大王爷进香旗哦，边啊，24.1，24.2，台南府城巡礼会香，去台南会香，好，这收这啊，家己看，啊家己啊，啊这嘉义竹罗巡礼会香，2014年的时阵，民国103年，有，那时候刚无印象，那无。百年新香路，分身再入竹罗。哦，应该是无啊。有啊，26嘞。哦，迄边阁两块，行。25，罗天大教。嗯、这应该是做大桥，做做大桥啊。嗯。吉尼斯纪录。嘿，剁手上侪啊，行啊。2014年农历10月5号到12号，建庙七招。甲午科或者摩天大教，好，那个放是26入口意象，哦，这都离外遐都一块白一块石头啊。台湾王爷总庙。系啊，你伫路口遐都看呀、啊。年代2022年，民国111年。啊，因正面哦，后壁面刻较侪字。这是南昆山大天府入口意象，奠基于2019年，巨大花岗石，花岗石高10.2，宽3.6，厚1.4，重达102吨。正面视觉科台湾王爷总庙，背面是简介历史啊，和家己要来家己人去看。嗯，哇，这也历史。主祭五谷千岁观音啊，万善爷啊，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安尼应该拢结束啊吼，26杯。好，啊伊遮就拄好是迄种新起的
凌霄宝殿、玉皇上帝，好，你来参观拜拜。